乖乖，看看啊，看看你的牙，哪天你们给他做一下洗牙。啊，可能不胖啊，没事啊，但是给您看一下就好了啊。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相应的检查，做血常规跟生化的检查。OK。他在化验完以后，我要亲自来拿到这个化验单，这个，啊，因为这也体验了一种客户的服务。是。从他的化验结果来看呢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状态还可以，挺好的，是吧？可能稍微有点消化方面的问题，没关系啊，吃点助消化的药就可以。前不久，刘朗在医院值班，一位宠物主人前来拜访。聊了几句之后，宠物的主人竟然说他20年前就认识刘朗，这让刘朗有些困惑。我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当时我们在医院刚开业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捡来的一个流浪猫，捡了一个猫，然后她那个猫呢，当时是很非常虚弱啊，就是身上脏兮兮的，有很多很多跳子，身上有很多跳子，小黑点儿。当时拿来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的妈妈带着他，说这种状态的。吃一些食物了，当时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猫粮呢，就是用的那个米饭啊，弄的鱼给它拌的那个饭啊，给它吃了。然后后来恢复也小姑奶特一个是这行业发生了，应该说是巨大的变化。从我个人来讲，从一个不太了解宠物疾病的一个兽医，到逐渐的能够，完全的能够熟悉这个行业，
完全能够掌握着一个全科技术的这么一个兽医，这个经历了一个过程。刘朗与动物结缘，还得从他上高二的那一年讲起。一天，他在翻阅报纸的时候，一条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当时我看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呢，有那么多的动物非常的可爱，而那里呢缺少这个医护人员，所以我当时在想，就是如果我要能够从事这个兽医这个行业，那么我就可以天天跟这些动物在一起。因为也是因为从小自己非常喜欢动物啊，养了很多很多的动物，一直这种想法呢就延续了自己决心要从事这个动物保护工作。1981年，刘朗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的大门，学习牛马等大型家畜的临床诊疗，一待就是5年。兽医专业的很多课程让刘朗十分着迷，他学起来也格外认真。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多少也会遭遇一些风险。那会儿我们基本都是马骡，当时那马呢是就是我这个操作也不对，而在走的方向啊就是也不对，反正我在动的时候是当时就上来就一蹄子就踢了我一脚啊，踢得很重啊，觉得那个踢到腿上腿的全青了，当时那是很危险的，当时老师也很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动物在踢的时候是可以把人的腿踢断的啊，把人的这个踢内脏踢伤的都有可能。当时我就二话没想，我就抄起旁边的一个棍子就把给这马就打了一棍。当时老师就一下就给我瞪到一边了，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这个动物为你的实习付出了很多，你们在他身上要扎针练习操作，他为你奉献了很多，你现在却用一种粗暴的态度来对待他。我说他踢我。特立独行，他开办北京最早私人宠物医院。我兽医。